好巡洋舰经过了几个月的航行，终于到达了彤彤港。当彤彤港的居民们知道了奇奇号不平常的经历后，整个城市都轰动了。日报最新报道，今天清晨，一艘航模巡洋舰奇奇号仿佛从天而降，奇迹般地出现在本市海面上。记者闻讯赶到港口，原来这是一艘英雄舰艇，船员们有着不幸的身世和不平凡的经历。今晚彤彤港本星期总督松鼠先生将在贵宾大厦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，电台电视台将进行现场转播。关于奇奇号船员们参观游览的日程正在安排之中。朋友们，彤彤港的全体伙伴们，啊！今天这个日子对我们彤彤港意义重大，因为我们有了一批勇敢的朋友，他们就是奇奇号上的全体船员。Thank you.
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哎呦，你看看漂亮呀！是万能电池吗？啊，对呀，和我身上装的一样，永远也不会没电。这儿的科学技术可真先进。你们快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！就想着光吃不干活。我可没这么想啊！我现在的这个是大大的提高了。小动物、小玩具到统统赶来落户，特别是那些受小主人欺负的玩具和动物，你们说呢？是啊，还有那些被小主人弄成残废的玩具，就是。可是他们怎么来呀？他们又没有船。是啊，怎么来呀？他们？我们开奇奇号把他们接来，大家说怎么样？好，这个主意真不错。比克，你呢？这。比克啊，你不想去就留下好了。行。他愿意留下，就让他留下吧。啊，他干嘛呀？就是让那胆小鬼。你看呢？回来的。
这回多麻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这是卫星话筒，路上有什么困难，通过它向我们呼救，我会派飞艇去帮助你们。好。比克怎么还没来呀？比克不会来了，他不好意思见我们了。你们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去远航，实在可敬啊。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再见，再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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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那就是奇奇号的舰长，呵，真威风啊！可不是，他们个个都是英雄。他们得去多久啊？谁知道，航海可不是闹着玩的呀。但愿他们一路平安。奇奇号新的航行开始了，一定有许多不幸的小玩具和小动物们在盼望着它的到来，也一定有许多的困难和危险在等待着奇奇号的船员们。小朋友，让我们祝愿他们一帆风顺，凯旋而归。